大家好，我是林少宽，我是林燕。今天我们要做 Blind Vehicle Model， 我们来开箱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模型的配件。这个是金属扣件，固定马达的支架。首先，我们把接线连接到马达这边，红线对红线，黑线对黑线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轮子安装在模型的基座上。把车安装在模型基座上，因为有一点难受，叫我爸爸帮忙做。用喇叭垫粘在这个容器，粘在这个车上面。红色对红色，我们把碳放在黑色这边，
红色的就发明。我们是最原始的。Yeah. 然后放那两片东西进去了。这有泡泡吗？有泡泡。那黑色那个，生泡泡。真的哦，产生了化学反应哦。就看它会不会跑了，对吗？它几时会跑？